其实就是大阵仗，我们来观影这个战狂导演的影，正如火如荼的那个宣传的阶段，所以今天就有这个机会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是老中青三代的那个演员都在这部戏里边那个露面了。然后我之前看了一下那个，好像是去威尼斯影展的一个那个网上评论，说是非常惊人，这部片子非常好看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影，影的观影。特别开心的来到了这个电影院里边，然后是个剧目，然后结果不知道呢，小恩怎么领的票，就是一个是一座在那头，你拍一下，那一座是你的座，我在这头，我是32号，等于是你坐的那头，在这儿，而且不说话了，人家这两个两个的呀。角色，然后在同一部电影里面，你们喜欢谁啊？邓超。喜欢胡军的出去。其实你们看出来了，他是努力看的。大家好像看电影的时候，刚才有一个电影特别一直在笑。拍着怎么回事？拍着了，很多。看完了，都快11点了吧？困了，对，困很困。但是我只能说，这部电影是一部湿漉漉的电影。确实是，我觉得张艺谋导演对这次对这个水墨、太极啊，就是传统文化的这个在影像上的运用，真的是挺棒。前半部确实是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但后面结尾这几个层次递进的真的挺好的。另外就是我也看到了，就是说他当时说是为什么拍这个电影呢？因为他多年前曾经看过黑泽明导演的《影子武士》，那个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了，所以他得到了一个启发，就是那个电影里边也是影子的故事，这也是中国影子的故事。所以我觉得有时间大家真的是可以来，值得看的，我觉得来电影院近期不错的片子，值得回味。嗯，怎么困了？